第三十八题，有关空气的组成与其性质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选项 A， 空气中含量最多的成分是氩气，错的。空气中含量最多的是氮气，这个小学就学过了，所以选项 A 错误。选项 B， 氧气是造成金属生锈的气体，对，我们的一般所谓的生锈就是氧化跟氧作用，选项 B 正确。选项 C， 因大气层的臭氧洞使大气中的氧气逐渐减小，臭氧洞是会使紫外线增加，并没有使得氧气增加或减少，所以选项 C 是错的。选项 D， 食品包装内常填充二氧化碳气体以保持食品新鲜，我们的充填的也是所谓的氮气，所谓的充氮包装，所以不是填充二氧化碳，选项 D 也是错的。所以第38题问我们说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氧气是造成金属生锈的气体。